言语。
你再怎么讲得好，再怎么样诗歌朗诵或讲话了，都不如音乐了。从这里你可以体会到，所以我刚跟各位讲了，等一下你看表现了吗？他从头到尾讲了五次，而且怎么巧妙呢？钢琴主攻，三个人助攻，助攻更厉害吗？等一下你看到、哦、这个在进去，这个在前去的，知道怎么回事吗？好，这是主角，然后我就这里好，你一二三四五，但不唱。唱了没有办法唱到主音，好，来请恭喜你，好，你大概知道这种情况。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是第五遍的时候，尤其最后站的那个叹息，哎，哇，我唱了三遍，最后你会很感动。啊，看到钢琴主攻，他的助攻，你看哈，这样可以吗？我要比六三四五，到第五遍的时候，你看，来。
所以音乐会感人的地方就是说他想的，他想表达的那种会有共鸣，好，对吗？好，现在再五秒钟就好哈。A B C， 好 ，A B A 就这样解释的哈。所以你看它的变化很大，但是里面的色彩不丰富。你静下心来，好好听，然后看我，看我，我在旁边稍微一下，或者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也没有关系，你就看到这些刚刚讲的那些色彩变化是从头到尾把它连成一个完整的乐曲。其实音乐是要靠时间来完成的。你在讲多遍，我常讲说跳水啦、体操，没有人在看分解动作的，都是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分解动作只是便于让你了解的解说，你一定要把它连起来。这样才能，而且你要跟着时间去完成它，这样你才能在听里面。这十几分钟里面，心无旁骛，专注聆听，一定会深刻感动。来吧！Thank you.
Mm-hmm.